新娘要穿得漂亮，到海边去穿比基尼的话当然也要漂亮，混血名模香月明美今天代言泳装的时候，除了大方的秀身材，她也教大家要怎么挑泳装和摆 pose。混血名模 Akimi 火辣现身，穿着碎花图案的 bikini， 健康肤色再搭上唇下色彩，性感指数破表。泳装一套接着一套，就算披上薄纱也遮不住 Akimi 的好身材。而女生海边玩水， bikini 到底该怎么挑？性感名模来教学。我觉得 bikini 不一定要那么小、那么辣、那么露嘛。我觉得如果穿 bikini 的话，一定要让自己很舒服，觉得这个是最重要。穿上泳衣，名模皮肤衬出白皙透亮，夏天勤防晒之外，还要懂得维持体态。选课，然后上 yoga 课、瑜伽课，对，这样子保持我的身材。不止女生大秀好身材，烈阳之下，男生防晒也有配包。我就是像太阳眼镜就是必备的嘛，然后防晒一定要擦。系数不一定要很高，但是就是一定要保护皮肤，不要让它晒伤。人鱼线也得练得勤，泳衣上身才不会沦为尾鱼线。夏天玩水季节到，把握诀窍，任谁都能有副名模好身材。娱乐 TV 林天佑、周玉柔台北报道。